谁呀？啊？你是传教士吗？是的，请进。你知道山西巡抚处决外国传教士的消息吗？我听说了。我是巡抚的侍卫长，负责行刑的就是我。啊，你是那个刽子手？对我而言，杀人根本不算什么，我本来就是一个刽子手。你山西巡抚对外国人深恶痛绝。7月9日那天，哼，这群洋鬼子死定了！待我来个瓮中捉鳖，他们一个都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。侍卫长，小的在。大人有何吩咐？把那些洋鬼子大小全部都带到衙门来。是，遵命。官长大人，恳请您保护我们的安全。哼，可恶的洋鬼子，你们全都得死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主啊，愿这罪不归于他们。主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。亲爱的，我们天家见。是的，我很高兴我们即将见到主耶稣了。爸，我好害怕。宝贝，不用怕，我们即将回到天家，永远和主耶稣在一起了。宝贝，不用怕，我们即将回到天家。